成功找到了开关，接下来我们就赶快去下一关吧。打开门，这里是一棵大树，旁边柜子里可以拿到能量键。我们可以看到那边房间里全是紫色的灭霸，这里也没有什么藏东西的地方啊。那看来开关一定藏在了树上啦。拿到了，真是一场恶战呢。墙角里有一个箱子，我们来看看。哎呀，这是把我传送到哪儿去了？刚才我不是还在地牢里吗？哎，不对啊，还是得找到从这里出去的办法。池塘里有一个箱子，打开拿到这一关的开关，放在这一关的任务点上。打开开关，又出现了地下密室，我们进去看看。看来这个是要弓箭射的开关，在门上找到了弓箭。就被水冲到了这里来，捡起开关，打开门，这里又出现了好多的怪物，都让开，让开了！解决了这些怪物，我们穿过地牢，从地下又回到了地面上，沿着石板路一直往前走。哎，这里有一只狼，喂，你知道前面还有多远吗？不理我，不理我就算了，我继续往前走。这里又是一道门，箱子里竟然没有开关，我早就应该料到这个作者的套路了。门口的箱子里是不会有开关的，这次我也没找到开关呀，现在只能从上面跳下去了。有知道开关在哪儿的小伙伴们，可以留言告诉宇多姐姐呀。最后记得点成关注哦，爱你么么哒。